弥勒尊佛与释迦牟尼佛三世以来为亲兄弟，同修大道，同证菩提，无上正觉十号具足，万亿周身。三世以来，大功成就，弥勒佛为兄，释迦佛为弟，大道正觉俱已成就。先当智士父与弟接管，三千年间，经正当下元之期，后当智士为兄，弥勒佛接管二万年间，广设龙华正法，普度人天，是否未得了悟？敢请教正。先当智士父与弟接管三千年间，经正当下元之期，后当智士为兄，弥勒佛接管二万年。这些话居士从何处听来？劝居士快快洗耳，不然入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心性既蒙迷惑，又招谤法之罪，智者不为也。实言相告，此皆汉末黄金肥张角、元末白莲教韩山童等余孽所造之妖言，欺狂无知于众，若悟性之，则入邪魔，后祸无穷。然世界外道如麻，彼不假冒佛教，余亦不多是与辟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